香港歌王陈奕迅近日在武汉一连举办六场演出，然而他在最后一场演唱会上却突然发生意外。根据港媒报道，陈奕迅在五日的演唱会上表演到最后一个环节时，脸上突然露出痛苦的表情，但还是强撑着唱完了整首歌。结束后，他向观众透露，刚刚跳舞时拉伤腰部，接着开玩笑称跟年纪没关系，只是因为太兴奋了，不小心导致意外发生。陈奕迅也坦言自己真的痛到哭出来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接着向观众们表达歉意，因为太痛了无法继续跳舞，引来大批观众心疼，直呼没关系，不需要跳舞，唱歌就好。他也接受了大家的建议，直接在现场开放让观众们点歌，弥补无法跳舞的遗憾，最后也不忘跑到两侧舞台向所有观众道谢，感谢大家包容他的身体不适，之后回到香港才就医治疗。